来了，白龙雪刚刚跟人家很疯狂的追完妈祖之后，因为直播讯号很差，白龙雪刚好人家看到这边花灯的部分，我们把它来拍一下。所以这是元宵节准拍戏啊。好，来哦，白龙雪把它收录起来哦。这是算顺风耳哦，对，应该是顺风耳啊，顺风耳。啊，这是千里眼呢、啊。好，千里眼顺风耳，然后有灯会。欸，这个我就。这纸伞，应该都有这种以前的古文化哦。谢老师，你从来看，你看你看到阴阴的，好奇怪。做路径的，你看我看到阴阴吗？纸伞，对吗？来，同学，阴的刷阴的，这嘛不是讲摆到前后背碰的，这就，我怎么刚刚看到这气氛，刚刚看到怪怪。来，继续哦。过几只牛啊，哎呦！我看你什么，这什么庙埕就伫遐嘛，都哪有一个庙就伫遐嘛？哎牛，哎牛是因牛年的关系哦，敢是因安尼？哎，我真大呢，我真大呢，很大呢。我咧拍片啊，来，哇！啊，你对对来，我家己来，有快乐无？嗯，有超快乐个。我多啊，咧底下拍咧，看人走啊紧着，啊，伊断线规起来拍这啊。哦，系啊。哦，气啊要死个。我咧知你要来啊，才等你啊。嗯。这个就是缘分。系啊。我们只差一分一秒就没有办法遇到了。对啊。你知道？嗯。时间那么大，还是遇见你。对啊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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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好，来，我来翕一下。一起做个梦。得得得得。得得得得得，哎，来，你这，哎什么？你去卫生间去呢？去卫生间注射去。我要跟。卫生间要注射哦。要还是要请伊？我要请伊。嚯，黄飞鸿呢？黄飞鸿，哎呀，伊做电影。来。哎，但系拄好咱电影伊是假啦，假啦。哎呀，你今开始讲。哈哈哈哈哈。货真价实。寺院的，哎，我讲，你叫我徛伫遮哦，来，换个姿势，北港戏院，北港戏院是应该是拆掉啊，伊这是算，伊这算藏一个迄种咧互看啦，有只就是鸟鼠哦，我七啊呢，哦，啊这夹头毛的啦，志明咧算命啊。剃靠的端，够小城故事。北港座，好来好。来，咱换来另外一个所在。哎、欸，你若像迄直播性的人，咱像安在玩好。对啊。对啊。啊，佮动作爱顺，我多。所以讲，这社会上的科技还佮进步嘞啦。哟。二指上面自重。好，来。从这边，嗨，那边入境者哦，来入境者啦，来啦，来入境者啦。没有穿礼服。不要紧啦，来要开始啊、哦，来，这帅哥对对来。卫生点。哇、哦，一百八啊，贵应该有哦。刚好一百。刚好一百八啊，我还保养水要等人工啊，这是，这是您女朋友。哦，又了对啊，这是算啥？我妈妈。哦好来，妈妈，你是无简单生到这囡仔这壮仔。谢谢阿哥，保持安尼皮肤较好，腰娇美咧。谢谢，白龙雪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你。阿妈算下届相亲，不是，唔是下届相亲哦。哦，好，我伫身体较早，嘛是算我第二个故乡啊。安尼，哎，好啦。你身体倒位？我伫宝山啊，大三东啊。哦。对啊。不错，宝山是宝地。好，好了，我们继续忙啊。好，拜拜拜拜。啊，四点七啦啊。哦，好，走，继续啦。好，来我们。从来讲，咱待要对待一边有无？你嘛教我伊落去，我嘛要用，你知道？这边好。哎、欸，这纸伞加大机才好耍呢。哇，这只是什么机器蟹哦？灾祸物啦，所以这只是算妖怪暗行。哎、欸，我看这熊啊，你拍这银行这嘛未歹算嘞，好凉嘞！李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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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吞食？哎、欸，这一切可能是那敢那角龙，
算艺术是算迄个啥，要出要共教的啦，对吧？疫情退散安尼对吧？哎、欸，这是庙啊，啥物来？啊是这人的厝哦、喔。哎、欸，这间厝起啊真水呢。哎，这间厝起要够特别啦，很特别的一间房子呢。哎呀，也还好啦，对呢。开玩笑的，老先，哎，都头先看到我生呢，哎，我生呢，哎，我讲你大家会大家翕相，我大家翕相，嘿啊，嘿，这翕相水哦。啊！这牛骨会带旋转哦，牛带旋转，这到底是有人带哦？牛啊！伊这牛算做成一只八卦啦。这啦，这你等下吼，等下对这甲翕相起来，甲翕的徛伫这哦。你这第翕不？白龙雪已经完成拍照的动作。哎、欸，我感觉这有一种迄个啥，你莫过来，有一种迄啥小日本的感觉哦。真好耍，哎，几啊念呢？这白龙雪被翕到这师兄话，哎呦了不？叫一只了什么了不？上车补票。下车尿尿，这里算来暗航之旅啦。啊，另外一边，一边较无物件哦。我们瞬间跳进，啪，瞬间来到了这个十字路口，我们要继续了。哦，来，哎、欸，这牛头会动呢，我怎么就发现到？边打，哦，一个打，一个打，好，走了，我们继续来这边冒险。今天就像在宫崎骏里面漫画，那神隐少女，神隐少女啊，敢是？哎呦，哪有搞？哎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来几摆看卖呢？啊，这装置艺术的款啦。哎，这做啊真水呢。哎，这凊彩做头，我听真水呢哦。真好看呢。我这里面不是有电火的、哦、很好玩呢，非常特别一个地方，有空的话可以来这边走一下，感觉很不错、啊、这只上级是怎样？上级为什么要爬关顶？这是应该是牛魔王啊，牛魔王啊啊搞啦，啊搞伫遮啦！哇、哦啊，这日本警察！啊，你讲这行过嘛是庙嘛？敢是？应该是。哎、欸，我刚才住伫这厝这巷仔底，住伫这巷仔底嘛是种感觉嘛是袂歹哦。哦，古色古香啊！我这是从那边过来的啊，真赞呢。好了，感谢一根毛介绍这个地方哦，啊，就是大概分享一下。假日旅游的这个影片给同学们看，在这个北港，那个什么，朝天宫，伊迄个边啊遐，哦，啊这个可以来玩一下，随便来搜一下，哎、欸，这鸟咪，哎、欸，我刚才那有种高处哦，来看这鸟咪啊，廖伯，廖伯，廖伯，以前廖伯也发过，哎、欸，这鸟足乖呢，哎，这鸟真乖，袂惊人呢，廖伯，够可爱。一只要生囝，一只要生啊！伊只只巴肚大巴肚，只只胖胖。你看鸟身躯哦，鸟拢生毛，伊拢生毛，毛足侪，所以它不怕蚊子叮啊。猫只怕鼻子被蚊子叮跟耳朵而已啊。你看别猫个叮无效呢？叮袂住。嘿啊！再见。